哎，家人们，今天我们来翻新一下这个90年代的打气筒。我们先把这个零件一个一个的给拆解下来。哎，因为年代久远啊，螺丝已经严重生锈，拆起来有点费劲。我们先用这个 WD-40 的除锈剂来松解一下。哎，好 ，OK。现在我们用这个小扳手把这个螺丝拧下来。接下来我们拆解一下内部的零件。哎呀，生锈的好严重啊！咱们再喷点这个 WD-40 除锈，我怕很多粉丝啊他买不起，我就不挂链接了啊。那个想买的话，官方旗舰店都有。OK， 现在整个打气筒上所有的零件已经拆下来了，接下来才进入我们翻新的正题。视频最后颠覆大家的想象。OK， 翻新完成，你打几分？